这一次非常感谢亚太颁发这个奖项给我们丰盛集团，那么得到这个奖项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的鼓舞跟肯定，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本身公司的丰盛集团可以推向更高峰。那么更重要一样东西是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今天来到这里看到整个亚太区所有的精英，所有的一些总裁各方面，那么在这里心情非常的激动跟兴奋。那么在此，那么也感谢所有在过去我身边的一些合作伙伴、顾客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信任度。在此也希望丰盛集团在未来可以推向更高的一个舞台。那么透过这个奖项，也希望可以把我们公司在整个过程可以朝向国际化。